大暑是怎么形成的？通纬孝经元神器说，小暑后十五日，斗指谓为大暑。六月中，小大者就极热之中，分为大小，初后为小，望后为大也。斗指丙为大暑，司时天气甚烈于小暑，故名曰大暑。大暑节气正值三伏，是我国一年中日照最多、气温最高的时期，全国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，许多地区的气温达35度以上，俗称的三大火炉也最旺。大暑送大暑船活动在浙江台州沿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，特别是台州好多渔村都有的民间传统习俗，其意义是把武圣送出海，送暑保平安。送大暑船时伴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表演。大暑船完全按照旧时的三维帆船缩小比例后建造，船内载各种祭品，